Hello， 大家好，很久没有拍秦始皇系列，那今天主要是跟大家报备一下，这次加倍我这个无氪账号的战绩。我不知道这样算欧洲还算非洲啊？我是在昨天晚上12点一过的时候开直播抽卡，然后我免费抽已经中了两张小奖，是姚琳跟丽莎，所以剩下的六张里面有三张是大奖，三张是小奖。然后我们就来重温一下昨天的状况吧。张牛，哦吼！哦，所以我三大奖还没来吧？我现在有两张，我有两张了，我有两张啊，加上这三张就是五张小奖，所以三只大奖还没来。哦，哦。那有一只小奖没来，而且为什么弟弟有两只？左下角的弟弟有两只哦，左下角的弟弟有两只哎，嘿嘿，哎 ，yes， 师傅还没来，师傅还没来，师傅没来，来两个都是弟弟，哈哈哈哈哈，换哥哥了，在。你们觉得要十连抽还五连抽还是一抽？你们要觉得要十连抽还是单抽？我现在就差大佐哥哥跟那个，至少毕业了啦，升药服再把弟弟换大佐，所以应该就毕业了。十连抽吧，啊，十连抽再来就单抽。几个 new， 几个 new， 几个 new。一个 new 是师傅，两个 new 就有一张大奖。一个 new 是师傅，哦，没关系，也有可能是大奖，也有可能是大奖。啊！哈哈哈哈！又是两张，又是两张，又是两张。弟弟耶，哎，师傅还没来，但是，然后单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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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看我开门哦，拜托真理之门，加上眼睛，没关系，师傅。又差小奖，哎，二十连抽没有小奖几率很低呢。再来，哦，又没有门，没关系，嘿嘿嘿，干，有点讨厌这只。你像是没有门，反而也会蛮开心的，因为至少还有几率是师傅，所以没不紧张。保底没来，我不会这么飞吧？保底没有师傅。水属性的 ，yes， yes， yes。Yes， 第一张嘛，你看到左下角，一只米卡迪斯，哦，卡迪斯就是一只米。再来艾迪华，艾迪哥哥，拜托，让我提早毕业，让我看到真理之门，练成阵，哇，拍桌子，哦哦，哦哟，干没有，怎么办？再次，对，让我看到真理之门吧！
啊，干，就是弟弟，干弟弟是四只嘞，弟弟四只，我剩十抽哎，我剩十抽哎，快点练成阵，对不对？原作当中是哥哥找回弟弟的灵魂，现在我要用我的双手，不是用我五颗魔，双手有点恐怖，用我五颗魔法石召唤哥哥的灵魂。没有。干这个等价交换，来来来来来来来。马啾啊！开门吧！好、哦！哦，天天保底的，拍肩拍肩，别担心，我快要来陪你了，不会的。开门，收，干！开门，开门，开门，开门！练成阵，准备好了吗？一抽一抽，前面可以十连抽啦。啊，你不想要过得这么快的话，可以单抽。哦哦哦！我刚刚丽莎也是五张，我弟弟也是五张哎，剩最后五抽了，哈、啊！剩最后五抽了。咦？开门？我没有。啊啊啊！我就算现在中宝，我这样就我就算现在看到真理之门，我应该还是会抽到保底的，因为我就差四张。其实通常大概我大概就是要去跟天天坐同样的飞机了。好处是加倍的时候二奖真的蛮多啦。你看，如果这时候中我中哥哥的话，到底是要不要保底，我也不知道。我有预感哦，我都还没有按这个，会有门没有？啊！三十五抽就有一张一只米，不会吧？好像有可能。2.5%，来不来啊？2.5%，十一抽起的，手出来。啊，三张。圣婴药，对啊，我现在会顺便拿圣婴药吧。我这样就是一定是保底的、啊。哪些比较适合复制？我觉得这个系列里面真的适合复制的就是弟弟啦，弟弟还可以塞两只，还蛮好用的。好。按下去咯，啊！看，看，看。原来
这才是真正的等价交换啊，保底才来。啊，哎，我刚好头好痛。哈哈，往好处想，至少二奖蛮多的。那这边来看一下懒人包的部分，反正就是保底又中哥哥，又是保底。可是二奖的部分蛮多的，弟弟抽到了五张，那大佐的部分抽到四张，那其实小奖的部分，我比较讶异的是一只米师傅这张卡，我抽到35抽只有一张小奖，哦，有点惊险，只有一张小奖。好，那么今天影片先到这边，感谢大家今天收看，我们下部再见咯，拜拜。